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谢谢。
好，谢谢啊。那么我们这个同学啊，一样哈、啊，稍微留步一下。是你要给我接受访问吗？不是，你退缩了，那你出来啊。男孩子就是要大气一点，是。好，那么什么学校？草踏国中。哦，难怪哦，所以我想说这个动感草踏那个字念踏是不是？对。哦，真的是在哪里啊？这个国中。在。桃园县的观音乡的一个很偏僻的地方。哦，你直接跟我讲桃园就好了啊，不用连观音乡，你干脆连村都讲啊，什么路？四维路啊，你知道啊？我国中的时候还不知道我国中那条路叫什么。好了 ，OK， 哦，所以哦，难怪我想说你们怎么会叫动感草踏，而且那个字真的是，哇，真的是不好念哎，三点水一个田下面一个蜜。哦，真的哦，原来是念踏哦，我又学了一个单词，我又学了一个又上了一课。好了，那么这个看得出来，其实你们这个算是怎么讲，比赛的经验好像不是那么的足，有点紧张，对不对？哦，特别是老师还在下面看，而且你们刚才还没正式上场的时候，老师就一直在上面喊，来，队形怎么样？对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，你们上台紧张是因为老师在看，回去会被骂，在而紧张，还是因为这个要演出而紧张？演出。哦，所以老师其实对你们很好啦，对不对？你点的有点心虚哦。老师在看哦，他拿摄影机在拍哦。哎，你想不想毕业？想。想啊，老师对你们好不好？很好啊。年纪轻轻就好了，真的啦，老师真的是也很少看到这个老师就真的是带队过来，然后让大家就是让你们可以无忧无虑的，就是你们只要好好跳就好，那剩下的事情老师负责。哦，真的是非常负责一个老师。哦，回去记得给他一个拥抱好不好？对，那么还是一样问一下哈，问简单一点好了哈。那个艾滋病你知道吗？大概知道。大概知道啊。艾滋病长什么样子？好了，不要看了，我也不知道艾滋病长什么样子。但是呢，那么你知道什么叫做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呢？为什么会有这个名称？那得的艾滋病会怎样呢？会怎样呢？会慢慢死掉。哦，那不得艾滋病也会慢慢死掉啊。对啊，我年纪大我就差不多啦，是不是？何必呢？不要笑，我很认真在问，不可以这样子。为什么有一个评审老师，不是评审老师坐在那边吃便当？他不是评审老师。尊重。respect。OK。好。对啊，慢慢死掉嘛。那么你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呢？我不太清楚了。你不太清楚，你就说你不清楚就好啊，跟我装什么会啊？大概知道，慢慢死掉。好了，那么所谓的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呢，就是假如说你得了艾滋病，但是它有一个潜伏期哦，不是说得了啊，我得了，我马上就会，没有那么快，它潜伏期有可能一年，有可能几天，有可能几个月，甚至长达十年。但是呢，你只要得一旦发病啊，你就会怎么讲？所谓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，就是你的身体的免疫机能会被这个艾滋病的病菌给攻击，你变得会没有免疫能力，变成说只要你一发病，你只要轻微一个感冒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感冒，一个咳嗽开始咳了之后，慢慢它就会变肺炎，但是因为你没有免疫力，你没有办法去治愈，所以它会整个扩散，你的肺就会烂掉之类的。所以烂的地方不一定是肺，有可能是你的大腿，对是之类的，大腿，对啊，有可能，因为你没有免疫力了，对，那目前你要我说大腿吗？是，就是大腿。好了，所以呢，这个相关的这个知识，你们老师一定非常的清楚，回去还是要好好的跟老师学学一下，好不好？学知识，好不好？你们这个现在这个阶段还是以读书为主啦。那么舞蹈这个东西，我觉得你们从高中就接触，算是蛮幸运的一群啦。对，因为国中就接触是蛮幸运的一群。对，因为呢，我也是从国三才接触，有点慢啊，但是呢，其实不嫌晚啊。那喜欢跳舞的话，我们上高中再慢慢的有什么热舞社，再慢慢去接触，慢慢去钻研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了，希望你们也能够有个好成绩啊！记得下去的时候跟老师抱一下啊，说声谢谢哦啊！
好好，谢谢这群可爱国中同学，谢谢动感草踏啊踏。